我闺蜜今天跟我说，让我小心你一点。为啥小心我？因为她说你是一个渣男。你闺蜜会算吗？你闺蜜真能处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多跟她在一起啊。她真说中了。他是不是说中了？要不我说你傻呢？你这人怎谁你都信？我教你怎么辨别渣男呢？怎么辨别？你给我一根手指头，一根，对。你要是再这样，我就给你手指头掰了，你信不？你放我鼻子上，这样啊？有什么感觉没？有感觉没？有没？是不是喘气儿呢？有气儿吗？有。我告诉你，只要是喘气儿的，他就是渣男。啊，那不喘气儿的呢？不喘气儿就死渣男呢。那我碰见渣男了怎么办呢？你换一个角度来思考问题啊，即便我是个渣男，但是呢，